般游走支援速度快，但盲目的支援会使得中路一塔过早丢失，导致视野缺失，也具备敌方入侵。考虑到法师非常依赖大招的输出，所以推荐中路游走时机：一、法师到达六级，并把兵线压到敌方塔下；二、上路或下路兵线压到对方塔下时，或者敌方残血，在保护好中路的情况下灵活游走，你就是最强中单。